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那最近这个王者荣耀不是有这个明示饮是吧？预言的活动啊，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预言的配方啊，配方这些好多人是拿到改名卡，但是拿到那个什么奖励的永久皮肤倒是非常少，基本我都没有见到过一次啊。然后反正这个配方就纯粹是娱乐玩法，什么三一二一二三，然后就是三个什么叶子扔进去是吧？然后这边领取一下，每天做一些任务就能领取。然后昨天我是拿到一个，都是拿到钻石碎片什么的啊。啊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3321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种配方可不可以？才拿到35个钻石啊！它这个配方其实就是一个也没什么用的是吧？没什么大用途。真正能拿到那个什么烈暗影猎兽者那款皮肤是基本是很少见到啊。我就是可以开启两次，开启两次之后基本都是哇都不是什么好奖励啊。最后一个是那个皮肤碎的英雄碎片啊。大家都拿到了什么奖励啊？欢迎大家视频评论留言。那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